和一些朋友一起体验飞行，不出意外的话呢，应该不会再相见了。哎，果然还是舍不得我啊。嘿嘿，来了！嘿嘿嘿，我又来了！给你个大腿！细心的小伙伴肯定发现了一丝异常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本局的挑战任务，把所有的全自动步枪换成单发吃鸡。恭喜评论区提出这个挑战的小伙伴，获得100 Q 币奖励哦。哎，距离远点呢还好打，可要是距离近的呀，稍不注意就没了，更别提电脸钢枪了。哎呦，这人没看清楚，头顶的烟花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这个枪声挺近，哎，就在楼顶。嗨，也没啥大影响。我掉，被他队友扔地上了。挨揍了呀，不要慌，先打个药，发个朋友圈。哎，你打不着，就你一个人，你小的挺猖狂啊。进厕所再蹲一下。别看我现在表面稳如老狗，其实呀我内心慌的一撇。单发对全自动，哼，看来要拼手速了。漂亮，脑子和手终于在同一阵线了。打完这波就是20多个，玄武祭坛跟圈刷一块，哼，好机会呀。这里呢要小小的解释一波啊，由于当时打得太认真， M4 误点到自动都没有发现，不过呢还是用的单点啊，这个发现。这么远四位单点，看来得把眼睛呛进手机才看得见。不过倒可以名正言顺的来个单点教学了，变色吧，冲冲冲。最后的最后，大家别忘了投稿哟。笨笨姐说@1030M，拜拜。